女老板让我打扫她办公室卫生，我懒得动弹，于是找来了高师傅帮忙打扫。你说这家公司一个月给你开18000？赶紧擦吧，一会儿老板都回来了。先走。快快快，动起来！热死了，或者是空调坏了。哎，对，先别动，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别胡说，我哪看过呀？烦死了，我好热。对，先别动，有人。有什么人？这边。滚！什么东西？天小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跟李快乐在洗车间那会儿，我是他师傅，他见过几面。高师傅，对，快乐，你行啊，怪不得你领18000工资，原来老板是你前女友，吃软饭。哎，你快走吧。哎，你让我打扫卫生，还没打扫完呢。那个不用干了，可以走了。不是，那钱着结啊？结，对，走了。行了，李快乐，不会偷懒了？我给你安排的活都敢不干了？赴汤蹈火啊，钱总。行，今晚上去我们家加班。哎，钱总，这是要干嘛呀？算了，放松，我先帮你拖拉。哎，你别乱来，我抽烟喝酒烫头，器官都不健康的，不能用的。也没关系，我不在。哎，钱总，我错了，我以后都请你来，你别。你别说，男生做美甲还挺好看的哈。那你拎拎手，不过你这个脚啊，臭死了，我去洗澡去吧。哦，你把这个桌子擦干净吗？啊，这用这个擦呀？破洞了，不要了。破洞了，那到哪破了呀？这。千小姐，白天的见面有些冒昧，晚上。你快乐，你咋在千小姐家？我看这个，这个吧。我靠，你玩的够花啊！